接下来呢，想去哪里？嗯，我想一下。你现在饿了吗？有一点。你呢？我也是。要不我们去吃点东西？好啊。那有没有特别想吃什么？这里附近有一家非常好吃的小餐厅，东西又好吃又便宜，要不我们去找一下？好啊，没问题，走吧。